咖啡佬，今日好生意啊，企定定又唔使跑数，好多傻西瓜自动送钱上门，个个2000元，多谢善长人翁捐款，我哋十分支持对呢啲不遵守交通规则嘅路人執法，呢啲粉肠日日乱过马路，危害驾驶人士安全，撞到佢又系告司机，几捻唔公平，所以我哋建议或一罚20000元，2000元太少啦，个鸡碎钱。你当香港人是乞衣咩？20000先显得香港人财大气粗，高人一等。记住，行人先有呢个待遇，驾驶者好捻穷噶，320元绝对比唔起。建议啲阿蛇日日企喺行人过路处收割呢啲韭菜，一个就2000元，好过抄320元啦。你话啱唔啱先？